是钟汉良，非常开心，同时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和相同的创作团队再一次合作，第二次的在这里接收到这份意义重大的荣誉。我相信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会非常兴奋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会更努力，继续和大家创作更多有意义、更让人感动的影视作品。再一次谢谢你们，谢谢 SDA 首尔电视节。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，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我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有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，比我的性命还珍贵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，从此永不回头。